各位评审老师大家好，我们团队主题是生活愈快森林疗愈及 VR 科技应用客制化实践初探。一、研究动机。大量的研究与数据皆显示，各年龄层的身心健康状况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危机，而我们如何发展精实有效的科技与做法，推广台湾大自然丰富的自然资源与生态，促进人们身心健康，成为关键且必须的课题。二、研究目的。此次业为试图实践台湾绿色益康以及森林疗愈之作品，我们补强台湾森林疗愈步道资讯，并推广台湾大自然森林资源，然后创新台湾步道客制化，结合 VR 虚拟实境，克服行动不便与交通困难等问题，为有需求的民众提供更精准、快速且便利的益康管道，达到适龄、适人、适音、适法。三、研究设备以及器材。我们的研究设备器材有平板电脑、VR 眼镜、GoPro 8、手臂式血压机、加持式血氧机、帕布机。四、研究过程和方法。我们的研究流程主要分为四个部分：一、收集台湾森林步道资料；二、网络爬虫；三、森林步道疗愈客制化；四、VR 应用于森林疗愈。经由我们小组内部的讨论过后，整理成以下的研究流程图。森林疗愈词汇，我们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个心理，一个生理。心理部分，我们按照韩斯奇先生表七大负面情绪词作为我们网络爬虫的搜索关键字。生理部分，我们按照专业的医疗诊断书中的疑难杂症词作为我们的网络爬虫的搜索关键字。最后将我们以上搜查到的资料应用于我们的森林疗愈步道 A， 然后再来我们的自然环境总共分为单纯的森林滤镜以及非森林的室内还有非森林的室外环境。五、研究结果。一、森林步道资料。将我们团队所拍摄的步道影片有虎山、溪头、水漾森林以及大坑山，与网上的影片资讯做结合，建立台湾森林步道资料库，依照条件分类排序，如地区、难易度及贫困结构等，然后完成台湾森林步道资料。二、网络爬虫应用森林疗愈需求者之评估。本作品需要翻找大量的资料，所以我们利用了网络爬虫，然后盘式情绪量表中的七大负面情绪词有困惑、活力、疲劳、愤怒、自尊、沮丧、紧张，以及生理疑难杂症等为条件，在网站皮克邦随波中有提及七大负面情绪词的留言以及贴文，逐一登记，以此来分类各森林步道的所适合的疗效。三、网络爬虫结果。因为网络爬虫搜索目标网站皮克邦以及随波后，可以得知精选步道50条中，总收集资料有2964笔，活力方面出现次数为1221次，困惑49次，疲劳167次，愤怒65次，自尊98次，紧张43次，沮丧57次，生理疑难杂症1264次。以下是我们的 APP 操作流程：一、打开我们生活愈快 APP， 打开下拉选单后，可以出现我们的七大构面，选择你需要改善的构面，按选择就可以出现我们团队所统整的前十大步道，点选其中之一步道后，就可以看到所有步道的详细附加资讯，并且有我们 YouTube VR 影片的网址。戴上 VR 眼镜之后，就可以体验我们的 VR 森林疗愈。VR 应用于森林疗愈，11位受试者戴上 VR 眼镜进行试验。我们的森林步道资料库总共有150条的森林步道，使用者可根据自身需求，在我们的52条进行步道中选择自己需要观看的森林段影片，并且在体验前后做我们的生理素质测量以及盘丝奇形象表七大方面的网络问卷填写，最后做体验前与体验后的数据对比，我们即可得知该使用者他适合哪条森林段影片。表一为我们的测试员 A、E、F 之生理测量数据。接下来我们以测试员一的生理数据来做范例。测试员一他在我们的 VR 实验中以坐卧与踏步方式分别体验五岩山、嘉明湖、东岩山这三条森林步道。我们以表二的测试结果可以得知，测试员一他以坐卧方式在体验火焰山的森林步道时，他的血氧总上升值是1，血压的总下降值是6，心率的总下降值是15。这个结果可以得知，测试员一他以坐卧方式体验我们的火焰山森林步道时，相比其他两条森林步道来的更有益康效果。测试员一之心理数据成果，通过表三与表四的数据结果可以得知，其实量本一若想要借由森林疗愈减轻整体的负面情绪的话，对他而言，选择火焰山进行森林疗愈，相对第二两条森林步道，效果更为显著。若是今日量本一想要借由森林疗愈增加自身整体的活力感，那么他对他而言，选择火焰山则为三条步道中益康需求最为显著者。
六讨论，一五强以创新台湾森林疗愈发展，二客制化个别化森林情境影视化对你关心之探讨，三此事件的未来研究方向，四有效问卷与回馈意见的珍贵性与不一性，七结论森林疗愈生命，生态抚慰生活，科学发现与科技应用促成了我们这次的作品的主题探究与作品创新。在绿色资源丰富的台湾，根据专业学习与本职学院整合最新科学发现与专业科技，促进国人各层面的身心健康状况发展。此作品提供一个创新的验证与实践初步的推荐，又将森林游乐绿色活动升级为具有医疗内涵的森林疗愈。影响其效益的重要四大要素为森林环境、疗愈活动、参与者身心状态以及与目标活动的一致性。森林疗愈发展方向的落实，可更为使用者导向，也更为客制化、精准疗愈与普及化。我们的报告到此结束，谢谢大家。